综艺首秀感觉咋样？反正我觉得有的挺难的。他最投入的就是在踩板子那一块，他在路上就开始给我们布置战术。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战术是什么。来，首先我和小猪两个保护楠姐嘛，我在后方苟着。对，然后主攻啊，肯定是主攻我，因为我看到你的眼神。没有，不是。啊，主攻啊，我不是你们需要。我们要主攻你吗？主攻，你想太多了。为什么是我？跑得最好的，所以要先把你干掉。对，怪不得我的腿差点被卸下来，哇，各种360度的掰我。不过今天体验了冰雪的乐趣还是挺好哈。我相信我们这样玩一玩，我有些没有体会过这种滑雪的观众，看见我都能驾驭一下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有这种机会来感受，受绝对受到一些鼓舞，大胆的摔。这个冬季项目其实挺不一样的嘛，因为夏季运动其实更多的。就是可能技巧性比较强一点，起码是平地嘛。对，当我们在平地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能够掌控这个场地，或者是说你能掌控这场比赛，但上了雪地好像差很多，我觉得感觉很明显。而且当那种就是你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刹不住了，那种有一点那种心里那种紧张或者担心，我觉得非常强烈，确实有点不好刹哈，是肯定。但你也是贡献非常精彩的名场面，对，抡进去的腿。我觉得可能就是，如果是真的是比赛，但我觉得安全第一的情况下，当然还是希望，因为运动员可能对长期以来对这种面对输和赢比较多嘛，那当然希望赢，不会希望输嘛。对。之前没有怎么滑过，但第一次上了这个初级道往下跑的时候，我觉得会有那种兴奋的感觉，还是挺喜欢、挺享受的。